唱歌好听啊，你唱歌好不好听嘛？我不唱。你不唱啊？你不会唱。魏文哥没关系，魏文哥你注意开车啊，魏文哥。动起来，马上就动了，哥。你好，你好。嗨。嗨，你好。今天晚上想怎么玩？广米郎，我们广米郎 PK 宝米郎。对，广米郎和宝米郎。你们那边现在人越来越多了。你们也是呀。我们现在四个人，你们那边五个人，你们那边多一个。今晚玩什么？娱乐一下呗。随便玩一把，娱乐一下吧。那中榜呗。好吧。玩过程嘛，我们之前还没玩过过程，玩把过程好不好？那你想过程什么？过程就是我们一般玩票少的蹲下，票多的起来，好吗？蹲下。行。好。闭麦。闭麦。
各位大哥的小星星，谢谢小布林哥，感谢小布林哥，谢谢。
山哥，谢谢。谢谢宝，谢谢德勤哥哥，感谢德勤哥哥，谢谢，谢谢塔夫朗哥，感谢塔夫朗哥，谢谢，谢谢少布林哥，感谢少布林哥，谢谢，谢谢张连山哥，感谢张连山哥，谢谢，谢谢陈林基哥，感谢陈林基哥，顶顶请大哥，谢谢。感谢隔壁大哥，谢谢，多多支持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哥们带过一趟集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家人们带过团结，谢谢大哥们带过一趟集。赵云你好 ，Hello， 啊你好你好，哎呦。越来越厉害了，哪里啊？你们那边成长的？我说真的、你们那边好了吗？好了，准备好了，上茶艺。好，坐坐坐。好的，我们两个人给所有榜三生们跳一个舞蹈。好。拜拜，先上片，上片梦梦给你们。宝女郎，你们跳得非常好哦，一般般。我们这边也给两边直播间的大哥和家人们唱一段歌，唱一首歌。好，欢迎，谢谢。OK。我唱的模样会有你。
来不是嘻嘻，鲜花阻挠我好听，好听。嗯，好的，谢谢赵云。嘿嘿，不用谢啊，不客气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吧。行，拜拜。啊、拜拜。欢迎永不言败哥。欢迎永不言败哥，永不言败哥你好。非常感谢大玉大哥对我们的支持，谢谢。谢谢独行哥哥为我伴奏呀！谢谢。你啥么？独行哥哥，我的说被他们两个，我不会说。他们说乱了。他们两个，拜西《荷塘月色》唱的怎么样呢？上给他们两个点评一下，《荷塘月色》偏慢。嗯，《荷塘月色》。啊，欢迎宇宙之星大哥啊！宇宙之星大哥，永不言败哥。我看一下，不是，荷塘月色，我可以说你来跟本来来了，总分包总分配好冰，他不在，你傻你傻子吧。
谢探探郎哥。你说什么？你点红啊？嗯。远调与突破，远调与突破，加油！好，探探郎哥，你说的哪一段不要唱？他是有两段不要唱吗？是从什么地方开始？探探郎哥，是远调与突破。鱼儿那一段不唱 ，OK， 我记下来。你的鱼儿的那不晃。嗯、就过来啊？就是男生那里不唱是吗？探花郎哥，他说他知道了，是不是那个男生那里不唱 ？OK， 那他明白了。好，好的。听不懂的那一段是男生那一段，那他就明白了。头发豆口，头发豆口已在电了，再跳一下，唱一下看。他今天下午开始电的，偏麦偏麦，头发豆口，嗯，还在刚刚开始电。那看能不能唱几句出来啊？不要期望太高。
会是。谢谢探马郎哥，非常感谢探马郎哥，谢谢，谢谢探马郎哥为我霸气对我的支持。探马郎哥，一拜兮意境，孤单指引垂杨柳，独对夜扁舟，要唱出相思离愁，道不尽的恨悠悠。这个意境啊，没得人头便宜嘛，等下要踢掉脚不聊，不明目不聊你等下啊，你等下这个替换的，这个怎么把干的替换的啊，这个写在哎，你等一下。嗯，我基本上跟拜西啊，大体上翻译了这下拜探法郎哥的这个意思给他，他说他明白了，我说才能唱出这个歌的感情。董老二哥，此时蝴蝶心里五味杂陈。我先感谢一下永不言败哥，马上看到点赞宝箱，马上以为是打榜，马上就是进来支持我们啊，非常的感谢永不言败哥16级灯牌的大哥。多星哥哥，蝴蝶把那首歌学好，不会输的。蝴蝶的新歌呢？蝴蝶你唱新歌，新歌学了吗？偏麦啊，你找一下看。蝴蝶多星哥哥，你说的是哪一首？就是还有几首在学，荷塘月色他好像也学了。他们两个人也懂蝴蝶拜西，他们说唱歌也说想着什么才能唱得更好，也就是说他们说的唱出感情，他们这个也懂啊。探马郎哥的词的意境不错，那肯定啊。罗家还没学啊，罗家新上的罗家。我先把这记下来。不，多星哥哥要叫很便宜，怎么，我很快送他叫。你放偏哪个歌？好，一个人唱，两个人唱。三个人。好，他说他先唱两个人唱的。二个人啊。刚才我送个人你挖几个人呢？你说几个人呢？
谢他们两个威武霸气对我后来的支持。欢迎小郭哥，欢迎小郭哥，小郭哥你好。他们两个蝴蝶基础好，注意先试着下探低音。他们两个蝴蝶啊，没得想没啥想骗啊，想他们俩想骗啊，叫小人觉得，好，他们两个我告诉他了啊，我说他个试着下探低音。欢迎笑过哥。他们两个刚才我就跟你说了，夸完了叫了的，叫吧，这 key 的人 ，key 的人可敢夸吧？头发都得看呀。他和谈月色啊，和谈月色，他那也不得忘啊。叫天光天天光了，叫他们两个在说你。他说他们两个。对他的荷塘月色有什么指点？我说你先学熟练了，他们两个再指导一下。快黑的那些风也很难。这个丽莎要我跟胖爷扳一下手腕，看谁的力气大。丽莎黑跟胖爷噻。你啥班胖爷啊？你啥？他说要跟我跟胖爷扳一下手腕。这他们现在都有耳机了啊！现在我买了个新的一坨四的耳机。欢迎妖娆啊！他独行哥哥说妖娆今晚孤单了，你可以。欢迎姚姐姐，他们两个下次听蝴蝶和月是 OK。他们两个你有事你先忙，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再见。阿广哥晚上好，妖娆你好，妖娆你今天晚上孤单可以陪独行客大哥聊聊天啊。阿广手下留情，蝴蝶跟那个蝴蝶跟先试一把胖爷，看他那个道理有多厉害。你哎呀，胖爷也没有秒杀蝴蝶啊。哎，胖爷还是赢了，都不是胖爷的对手，有没有骂个让你来。哎，Lisa试一下。他敢挑战胖爷。Lisa 和拜西，你是拜西和Lisa，对。我估计半西可能搬不赢。教授对阵胖爷，他们用的都是右手，对你装置。喂，半西这么厉害哦！喂，我以为半西他比较文弱的，你咋还搬不过他？哦，半西明天来啊！他们说半西好有力气，胖爷说半西好有力气。喂，半西可以打败胖爷吗？等一下。半西这么厉害，半西跟胖爷来比一下。半西说他胖怕胖爷，蝴蝶放水。
哎呀还是干不过胖哥，应该胖哥点红了，用力了，哦、oh, ！光哥胖爷 ，OK。左手，左手。有劲哦，胖爷，胖爷左手有劲，我感觉他的右手我不一定能扳过他。对巴西不公平，他比了三次啊。胡爷爷跟我扳一把左手。胖爷跟来，胖爷啊。啊。从胖爷跟说，嗯。教啊。哎 ，OK。阿广一输天天有手腕板，阿广要让白皙，我做不来假，兄弟，我这个我天性的做不来假。对战五分钟别松手，怎么了？别吧，嗯 ，OK， 坐吧坐吧坐吧，嗯。啊，管这人就对了。永不言败哥，我估计胖哥双手都扳不过你。永不言败哥吧，永不言败哥说胖哥松肯哥不在山那、啊、都永不言败哥，胖哥。他说独行客哥啊。丽莎以为是独行客哥啊。永不言败哥。胖爷说是独行客哥啊，有没有麦哥？有啊，不，丽莎说有没有麦哥只能跟丽莎扳手玩。他说永不言败哥，他那个手应该可以把拜西悬起来，拜西扳着你的手应该可以把他的人悬起来。嗯，他说估计可以。欢迎永不磨灭哥。欢迎永不言败哥，永不言败哥你好。还有嫂子更厉害，嫂子没有胖爷厉害吧？你总之对拜西不公平都比了三次了，那我叫黑闪特了，你这个不删那胖爷。胖爷说，拜西开玩笑说胖爷抓他的衣领可以把他举起来，应该没有。永不言败哥扳手腕，很少输过，这么厉害。
要没有哥哥那边的你不能上了，嗯，没得说说说上了，不得不上了，嗯，不想不给，那边黑的你是来空那个没上了，嗯，啊，他说永不言败哥，估计他可以拜戏，可以这样旋他的手臂，可以把他旋起来，嗯。永不磨灭兄弟你好，我的醉把了，我的醉把了，我的醉把，醉把是什么意思？中国男队队的老挝女子代表队啊，广拜。你啥怎么了？哎，真，我们拜西先唱首阿哥阿妹吧，嗯，阿哥有没有拜哥喜欢听？阿哥阿妹样子站着能唱吗？怎么了？